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爱情古筝演奏儿童歌曲101首，我是赵淑瑞。这本书是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呢收录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的儿童歌曲，并且呢从易到难的进行古筝的编排，非常适合古筝的入门以及对基础指法的一个巩固。这本书的正版教材呢可以在我们新爱情的公众号以及微商城中购买。今天我们讲解的曲目呢是第58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首曲目呢是一首比较长，而且在这个段落上也比较复杂的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呢一共总体呢分为两段，就是第一段是一个较慢的段落，然后第二段呢是一个小快板，就是由点奏组成的一个比较快的一个段落。而在第一个慢板中呢又是同一个主旋律反复了3遍，然后呢中间第二遍和第三遍都是一个变奏的形式，而第一遍呢是一个主旋律的呈现。那么在第二段的这个点奏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的技术。除了点奏呢这首曲子还出现了一些我需要特别跟大家提示的技巧，比如说我们这个曲子中出现了降西，在我们七声音阶中就是哆瑞咪发嗦拉西中是不存在升降号的，但是在这首曲子呢出现了一个降西。降西呢就是在七，就是七阿拉伯数字七的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降号，具体的我们可以看到第六小节的这个七，这个西音就是一个降西的音，它在它的左上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降号，这样呢就是一个降西。降西的音高呢会比正常的西要低一个半音。我们知道在我们演奏西的时候，西这个音高呢是比较靠近哆的，这样这是拉西哆，我们可以听到拉西的距离是大于西到哆的距离的。而在降西中呢，这个降西更多的呢是靠近我们拉的这个音。所以呢我们在演奏降西的时候，左手用的力气呢要小于弹西的这个力气。我们也可以对照着调音器来核实一下大家的这个音是不是找对了。这是第一个我们出现的一个陌生的一个音。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新的技术，就是在第9小节的第一个音，这是一个双音，但是虽然是一个双音，但实际上是由一个指头来完成的，就是右手的大指。这个音呢是中音拉和高音哆，并且呢在拉的上面有一个上滑音的记号，它的演奏是这样的。具体呢就是用右手的大指非常快速的拨动哆和拉这两个音，然后呢在出声之后呢用左手在拉上面做一个拉到哆的上滑音。而在曲目中呢一般左手的上滑音会速度比较快，就是这样的效果。这个音听起来比较复杂，但是只要把它拆分成每一个步骤的话还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就是右手先弹2根弦，然后左手呢很快做一个上滑音，然后把它们连贯起来就可以了。这种指法还有一个变形，就是在第101小节的第一个音，这是一个三音，这个三音呢是由中音的 re、高音哆和高音 re 完成的，它其实就是跟前面我所介绍的这个双音是一个道理。它的大指，右手大指呢是演奏高音 re 和高音哆两个音，非常快。但是由于它是一个三音，我们还要用右手的中指呢弹奏这个中音的 re， 同时弹奏，这是一个变形的大搓，就是中指依旧弹一个音，但是大指呢要演奏两个音。然后呢
就要再去演奏这个上滑音了。这个上滑音呢是在哆，高音哆的位置上滑到高音 re， 它整体演奏是这样的。把这个动作分解开来呢，就是右手的大搓，然后大指呢拨动两根弦，然后左手再做一个很快的上滑。这两个音呢是需要大家去单独练习的，因为这样的音呢是在传统的乐曲中非常常见，尤其是在山东、河南的筝曲中，这样的这种音是非常常见，很有特色的一个音。下面呢要介绍就是在这首曲子中出现的另一个新技术了，就是点奏。点奏呢位于第77小节，77小节一直到第94小节都是由很多的点奏组成。点奏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左右手交替的演奏。我们看第77小节，其实在这个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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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音的下面是注有了右左右左四个字，这个呢就是右手和左手的意思。然后呢在他们的上面呢有一个帽子，一个小方框，里面画的是大搓拇指，大搓拇指，它的意思呢就是右手弹大搓，左手弹拇指，它的音呢就是右手是中音 re 和高音 re， 然后左手只弹高音 re， 这样弹。之后的几个小节都是用这种点奏的方式来演奏的，这里的速度会比较快，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大家额外单独练习的一个基本功。在练习点奏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我要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我们在演奏点奏的时候呢要注意两只手的距离尽量的靠近，因为古筝的弦其实因为它很长，所以在不同的位置去演奏的时候它出现的音效是不一样的，它的音色是不同的。比如说在中间的话它的声音会更加空灵，而在这个乐山处演奏的话它的声音会更加明亮。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演奏点奏的时候要尽量把两只手呢挨得近一些。另外呢就是在演奏点奏的时候呢尽量要在节奏上稳定然后均匀的一个46的节奏，而不能出现就是忽快忽慢的现象，这个也建议大家跟着节拍器去练习。最后呢这首曲子还出现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就是在倒数第二小节105小节有一个左手的爬音。爬音的标志呢就是像105小节左手这里一样，就是四个音，然后呢在它的左侧有一个波浪线把它们穿起来了。这个音怎么去演奏呢？就是先找到这四个音，依次把左手的四个指头依次的放在这四根弦上，然后从无名指开始用4321的方式，就是四指、三指、二指、大指的方式依次去演奏，然后慢慢的加速，就最后呢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在演奏爬音的时候要注意，一定是在演奏之前把所有的指头都放在对应的弦上，然后再逐个的弹出。其次我们要注意这四个音的出声呢要很均匀，就是它的节奏包括音色都是非常的均匀的，不能出现就是一快一慢或者是一强一弱这样的现象。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个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首曲目的一些讲解，下面呢我就整体的给大家来示范一下这一首乐曲。
天的课呢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在认真练习的同时呢，能够感受到一点童年的快乐。我们下期课再见。